来，各位，你手上拿到我们这个第一个，里面有一包冰棒棍，好，你可以先确认一下，这应该50支啊。如果你真的上课过程里面你用到不够，我还有多哈，我还有多，到时候可以再给各位。那另外呢，这边还有一个 3D 列印的，那可能你拿到的可能是像这个是固定版本的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用来用那个伺服马达的。好，那还有一个版本是可以拆开的。就是这个可以拆开的，那随机的啊，如果你有想要另外一个版本，你可以先左右邻居看看，如果没有，我这边还有。好，如果你要交换的话，万一你因为这个是固定在另外一边嘛，那另外一个是可以拆的，就是你可以换边，这样了解吗？这样子要。我们如果这样看，当然是可以。可是呢，装到里面会比较好玩，有没有？好，那后面呢有留这个空间，只要给你用冰棒棍插下去，它就不能拿出来了，叉烧。好，所以这个是像这样，所以就可以做很多造型。那这个怎么做的？刚刚银生有介绍，3月份要上的那个 Tinkercad。我有留，我有在简报里面留档案的哈，所以各位呢，你看到我们在这里，在这边简报里面的第八页，有没有？下面这个地方，我就跟你讲我放在哪里，在云端硬碟里面。所以这个模型档，如果你觉得有需要的，你也可以自己去列印，好，也可以自己列印，这样 OK 吗？好，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就是这2天主要会发给大家的东西哈。